厚实的感情好坎坷。怀孕回孕的时候啊，变得他自己要装的机器，就往我肚子一缩，那时候我肚子其实很大，我就倒地，然后整个就倒在地上。有很多病患跟你们示爱过吗？曾经有一段，对，哦，糟了吧？而且对方还是一个人。